但我确信你的话是我唯一的方向。如若我愿意打开心，每天不分钟把你祷告，求被圣灵擦毁改造，让你来引领我走。我心里渴慕你，谦卑到你的面前，只想听到你的声线。耶稣，我的心渴想你，感恩献上颂赞，屈身跪拜宝座前，唯愿贴近你的心意。耶稣，我的心永属你。之前有分享過我的心渴想你，那個亦都是我自己一個的禱告，但我這首歌即後來我都有錄了在 CD 裡面，我聽到很多的 feedback， 弟兄姊妹說回那個都是他們的心聲，那個都是他們靈裡面那種的呼求，就是那種的矛盾，那種的掙扎，覺得跟神很遠，但其實很想找神，但好像不知道為什麼好像 connect 不到，覺得神為什麼不說話，其實不是神不說話，而是我們裡面太多聲音充斥著我們，我們聽不到，即是這些的我領受了的感動，寫出來的詩歌，我發現原來就是能夠 connect 到人，就是能夠將人帶回去天父的心意的裡面，所以我發現原来这个侍奉，诗歌创作的侍奉是可以带下这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，我都不轻看，我都看重我所写的东西，我希望它是有价值的，我希望它是能够触摸到人的心，到了一个地步是能够带下生命的改变。唯望我来回应你的爱，让我将所有意念加上，真正信服你。